欢迎收看路人当家。好，我们看到，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廖哥的替身使者？守护超帅，守护廖，哇，战斗炮啊！我们现在这一趴呢，要来玩一下今天刚上市的《荣耀战魂》For Honor。是的，来，我们叶子再念一次，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？For Honor。水呀、啊！好，那不错的英文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在这边就两台先玩一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主持人没带麦，对。你讲那么爽，讲了一大堆，麦呢？干不是啊，我麦嘞，都听不到。你放在隔壁吧。可恶，快点把我的麦拿来，借你用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今天会送出，到底是不是今天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会送出一组 PS4 的黄金版的序号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它上面有写了。好，它上面会有写，我们今天会送出一组黄金版的序号，是 PS4 用的。那还是强调一下，这游戏并没有办法跨平台连线，所以你 PS4 跟 PC 是不能连线的，大家自己注意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进游戏画面。不过游戏不能跨平台，蛮麻烦的，我觉得。真的，可是你做跨平台也是很麻烦，会很多问题。只有团长可以启动，可以给团长画面吗？这个是我的画面，我没有办法。哦，我是团长啊。对，那我们要玩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就给我吧。哦、好，随便随便，都可以都可以。然后我想要先选角，我想要先玩一下大蛇到底怎么样。我要打你的上位招募，干，这个账号没有钱啊，穷逼吧！啊，算了算了，来来来，你玩什么？争霸、啊，争权模式。好、啊，我们就简单试玩啊。这个今天上市，大家应该有买，早就买了；有在看的，就慢慢看吧。我要玩什么嘞？我还是想要玩仲裁者，斧头男，征服者，就是被动。正常编辑这些技能吗？一开始你就有这四招，然后你等级高，你可以你看，它可以左右选吗？对对，可是你要等级够高才会解锁，最高到几等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圣女也没有。啊，我完全没完成，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玩很久啊，我玩个大概而已。而且我那个时候 beta 玩真拳，我要处决的时候就断线了，一气之下我就把游戏砍。幽闭连线。哦，我们打 AI 而已，是不是？先打。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这游戏 AI 还蛮强的。哦，对，我看蛮多人他妈被 AI 打的。耶！延迟，延迟。为什么他已经开始了？他应该是已经在打了。睡啦。那你在干嘛？就是没有，就是这游戏是已经战斗中的游戏。我们并不是从最开始在打。哦，另外两个是本来就是野生的玩家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哦，好亮啊！有了。好亮。正对那个光哦，真的。Lucky Ball Go Go， 我去 A 点。好。哇 ，C 点也失手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是要去 A 点。结果你现在玩什么仲裁哦？对，我玩一下仲裁者。哦，控砍小兵。仲裁者跟守护者都是拿斧头、哦，清空，没有没有，守护者，没有，这只是那个斧，那个什么斧锤，我还是觉得野蛮人好用，就是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处决，断线，不会断了，不会断了，啊，处决弹肚脐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样上去 A 点？不熟地图、哦，我不熟地图，而且我现在这边亮的要死。是真的蛮亮的，真他妈亮！哎、欸，电脑好强哦、喔！不是啊，我要怎么去 A 点啊？我被砍死啊！先跑来瞎鸡巴打电脑了，没错。哈！好，所以再杀三人获胜了，分数要到顶了，没错。我们又赢了，再杀两人获胜。但我们分数已经满了。哦，这好像是那个，就是两边抢分嘛。对。然后一边破千就会。我们要再杀两。哎，破千已经破千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敌方的破千就歼灭对方一次就结束了。对，英雄。哎，怎么上去啊？我也不知道 A 点怎么上去，而且我这边真的他妈有够亮。是电梯吗？这不是电梯哦，上去啊。
可我记得好像对方破千还是你们掉下一千呢、就是我们破千之后，我们要先打赢对方四个。他、啊、如果对他、啊、如果在那段期间我们被砍死四个，就重置。嗯，就掉回一千。只有被砍死四个才会重置啊，跟分数没有关系吗？分数重到了好像也会重置。对啊，我记得好像他们如果对方一千嘛，好像也会重置哦。耶、yeah, ，我得到一个烂刀。我对手已重新集结。没错，我等级二。耶，二。然后我这边真他妈有过量，能不能帮个忙啊？正面打一盏光。我在对上的到底是太阳敌人还是什么？你去设定那边调啊，一开始不是有那个亮度？不是啊，他妈是那个灯啊，你们看到前面太阳之光啊？好，我怎么说的呀？有。我准备完成。是，大哥能不能让那个灯就是稍微的怎么样？不够，下面那个要照起来啊！好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是呀，我没有足够的金钱，我还是只能玩仲裁者。那我玩玩看胖子好了。什么都解锁不了，没办法啊，这一个账号就没有去解锁啊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他那账号也才刚升2000，为什 么？因为我来的时候先把那边打完了。嘿，练习会有钱，但是没有经验值。不是，就是你练习模式跟进阶练习模式都过了，就会给你2000跟1500。但是不会升等，不会哦，所以会先给你。这好帅哦！哪一个守护鬼、啊？阿廖好帅哦！守护鬼我也很想玩，妈喜欢玩胖子哎、欸！看他很强，可是他动作太大，所以我才在考虑这种。所以他打的时候很慢，是不是？对，可是他的攻击就两招，一招是轻加重，一个是重加轻。他重按住可以蓄力，蓄满无敌。重 OK， 蓄满是破防、啊、好，然后它的主力在于那个破防，你先破防再按重击的话超强，我超爱。Fono， 好了，我们又来打一场新的，八步，冲啊！就同时进来了、欸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刚刚是连人家的。我们现在是打，而且你们现在继续。你要冲哪点？啊，我去中间。中间是 B 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我去 C， 我去 C。B 已经有两个人了，小心。好像是每个场地都只有 A、B、C 三个点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是吧。我去 C 点。小心！你怎么被砍到他妈整个就是龙啦、啊？干，真的，我被砍成狗哎、欸！哇！我直接他妈怒开一个。你腿要被砍破了。不跑吗？不跑吗？不用。你要被对方的大蛇斩杀了！干两一打二吼，我的队友呢？就叫你跑了，在 C 点呢。我队友呢？快救我！在战场中央，快救我！在战场中央。按住为止死亡。会。就是我按住按住，他可以来救你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啊，对。只是他，就是他，这个是差在没有处，有没有处决你吗？哎呦，我 C 点站被处决，好像时间又更长。哎呦，胖子翻国，真假的？不是被处决就不能复活？没有，被处决他就可以复活、啊，这么屌？那处决是把头砍掉还可以复活？你屌吗？我靠，他复活！我帮你把头找回来了，起来！你他妈哦！哎、欸，同一个人呢、欸？你拿两条命跟他打、欸，哎，总这是总行了吧？我他妈你被两个打，他一直在滚啊！啊，他跑了。哎呦，他要转走了！嚯，你居然先杀其他人，他回来捅你了。我把他弄死，爽。他在后面。你他妈你要去哪里？啊？哦 ，C 点。野武士，野武士，野武士拿枪的，认错了。干什么？想复活？是。想复活？是。哎呦，他是有回血啊？他回了一点血。哦，是哦，怎么最后这一点血这么难看、啊？对啊，去，劈死他，踩点喽！他们死三个了吧？耶 ！C 点我的，我们分数超高，真的，对方一个点都没占到 ，A、B、C 三点都被抢下来。来来来，看现在是要直接封对方门了，丰富我点的，你要死了，慢，我超猛。哇！喂！哇！干，你看我超猛，对不对？他是你杀死的吗？不是。对啊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你打他好像没有什么打击感？好像应该不是你杀的吧？
是不是？你看我这样连斩，你哎、欸，我被自然砍，我被自然砍，靠没？大蛇啊，没有守护鬼啊，守护你哦、喔，是我吧？啊，不然是我、啊。你、欸、快死了哎、欸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又赢了，你看我超猛。在这边守电脑的门呢、欸，一直乱战之中。快跑快跑！升级了，升级就可以启动技能。你看我左下角的技能有可以使用。这个升级是指什么？游戏中的升级还是中等级？游戏中的升级就是这一场哦，就是这一场。等级越高就可以用越多。正处于势不可挡。哇，原来他这游戏中还有升级这个东西啊！我还以为是外面那个中等级在正面会升。呼，哈。可是这样打的高一场，可能你也升不一定能够升到级就结束了吧？对，所以你要擒杀人才有办法越来越强。你的等级是在哪里啊？你们没看左下角有一个灰色的那一个。哎呦，我要跑，我要跑，我去！被人家从后面捅了一下，队友还不拉一下？没错，哎，队友。等一下，他被一打二。对啊、哦，击溃他们的英雄，要准备斩杀。哦，对方小队准备完成。哦，你这边你被终结了，那你我们失手了。哦，因为你们一千调回一千分以下。没错。我复活了。不怕不怕，我来了。喝一口气，掉两个。干，我感觉要掉第三个。会。啊，范围攻击，没体力。他这次媒体会打到地滑倒啊！对哦，有范围攻击，你在叫三小啦！我看到他没有人死啊，我去叫！有队友先去的时候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好像没有打倍加成哦，没有，真可惜耶！哇，破防！三个人乱剑砍死啊！真的乱刀砍死一个贱人。我要去站点 A 点 B 点还没想好，我一个卡他。我胖子好厉害哦！胖子好用啊！胖子好，你现在用破防加重击二，好，超好笑。你把人挑起来，真的。哦，他这是兵线推过来就是占领啊。嗯，没有没有，地上的线啊，你这一点。干三手，怎么这么亮？闪光弹！啊、哦，别打了，哪个贱人？对啊，你看你冰下面脚下有一条线啊。升级！哇！混！抓！再杀两人，处于战神状态。哦，是耶！一直顶他，顶他！哦。你们要处决战神状态，剩一只赢了，打 AI， 这 AI 是不是被调弱过啊？还是我们打比较等级低啊？对啊，是不是有分等级？不知道哎，你要打玩家吗？可以啊，玩家好可怕，总是要打的嘛。好，总不能打电脑一辈子。打打看，也是有人打电脑一辈子的，也是有。但是这游戏至少它毕竟它是连线游戏，还是想要打打看玩家嘛。同伴的勇士头衔。好、哦，我新搭哦。他那个处于什么状态、哦？有差吗？还是就纯粹就是杀的无法可挡这样子而已？类似，我记得好像会有额外的一点加成。你看我分数就169，超菜。菜鸡。哎、欸，你离开游戏耶？对啊，不是要打玩家。啊，哦哦哦。哦啥？哦哦哦。一些玩家技能精确。不太懂。这差在哪里？配对中，我没有详细的去研究过那个。你的语言，踢出团队，检举不当徽章，不当徽章是什么？就是有些人会在徽章上面画老二，画得出来吗？画得出来，太厉害了吧！他的徽章微调还蛮多的，屌屌旗，真的，人家看到老二受不了，大屌旗，受不到人。对啊，收不到。应该大部分还是玩 PC 啦。我听说这件事情，就是两边好像总找到不动那个。哎，有了，一定的啊，能连线游戏，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去选择 PC 啊，因为你毕竟 PS 你要连线还要额外付一次钱。对啊，然后包 PSN。对啊。Ogen。
种像人王嘛，想打连线要一样那个。对啊。可是你刷人家那个就不用。我继续玩仲裁者。你有升等哎、欸。我两等，没什么差别啊。而且我比较想看一下我招式表，都忘记自己招式了。你原本轻撞轻，轻撞撞，跟撞轻撞。斗游戏还要背一下技能表啊，它有招式表，它招式表有一些破防招很好用，穿刺环蓄力，致盲致裁，冲刺冲刺穿刺，恶魔之拥抱，恶魔拥抱，快挡还击，除障开路，恶魔球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个啊，破防啊，撞击轮替，名字都好潮、哦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来激战一下玩家。好，这应该是从头开始的，因为大家这个搜有时候也会搜到那个打到一半的，那你进去就快输了。你看，哦，对面1110，不，有一个很会哦。怎么等级这么的不平均啊？1110，好，我们那边13，我们这边多少？十，你们还是输他3呢、啊？好了，没有平衡，不一定嘛，我们技巧取胜。等下他十等的嘛，跑一个斩4個，这个从昨天凌晨4点打到现在了，不一样嘛？也有可能，四个围他一个就不信会输，对不对？好巧，现在在等什么？等刘谦，大家对峙了很久啊，真的，就像看互看，相看两不厌。真的，好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受不了了！击剑，酝酿完气氛了，没错，要来一场激战，吹喇叭，干三下，断线狗，干断中立狗，干跳两个，哇！看到这样冷太高，果断不打。你用电脑角色取代。欸我们两个都卡掉幹，太尴尬了吧？太尴尬了吧？哇！对方跟我们都跳了一个，跳电。可是有声音呢？没有，有声音是正常的、啊。小兵在叫啊，真的在哀吼。所以你就从昨天开始玩？没有，他凌晨4点开始，我昨天早就睡了。这么早睡？小累。那你今天很早起？还好。今天睡很久，所以这情况要怎么退出啊？我看就是你知道跳出这个游戏吧，看了、啊，没搞头啊！我不如我们来玩 Tricky Tower 吧 ，Tricky Tower， 还是 Tricky Tower， 还是来宰人王好了。卡住了？对啊，卡住啊，完全卡条，不意外，不意外，哇，中断，看一下，啊，你这样子会过去？哎。对啊，你这样会过来。我、啊，你先把它灯，对 对, 對，那我换一张。卡条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PS 难用，换一款，换一款。如果是我玩，我就玩 PC 了。Tricky Tower， 然后，哎，他，我今天看 UZ 也是一个存在。第一天吧，没办法，知道这样。Ubisoft， 不要意外，不要意外，好吧。我看我还是整打电脑。怎么办？能直接把游戏重开啊？没有别班的吧？结束应用程式啊？好吧，我们就直接把游戏重开吧。看看还有什么其他游戏啊？哦，双截龙四哇！我去过他吧，没有双截龙四。难道现在玩追的？不然我们伯安呢？看能不能打个电脑什么的吧？打电脑，或是你们刚好打双打、二打二之类的吗？没有，不，我们来玩个二打二。打人看看，打二打二。真拳四打四通常真的比较容易。啊、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对决是还好。二打二、哦。想不到现在四打四，他线路又拼不住了。真的菜。飞大的时候就这样，四打是超容易的。哇，四个线路互冲，真的受不了。有极少数的人在观看一些影像时，可能会癫痫发作。三 D 龙世界，真的玩到倒在地上抽。三 D 龙，噔噔噔 ，Ubisoft。这款游戏其实用 PC 比较好用，我觉得操作吗？因为它很快就可以换别人，哦、那个要按了一下，然后你又按闪什么之类的，对啊，时间很慢，反应能力上。我用了电脑之后，发现电脑还蛮好用。正在联系伺服器。所以现在觉得难。
哪只角色比较，哪一种角色应该比较强？还不确定到什么角色，真的还不确定。啊，我们先连线吧，社交你邀我。好哦。记得这两个打完送钱啊，都不去打，可恶。然后又在哭人家台战。喂，小哥啊。等一下。摸嘛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要装个。我也有哎、欸，可是我不买，我不能那个，不能装装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、还是可以嘛？你要升级？装吗？看看我的斧头。那我有另外一种斧头，防御力提升，攻击力减少。你在三角形腰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更酷的斧头。对，那个空篮。这个好像没有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有啊，就是你可以看你要金鱼哪一个类型，你看它有尖毛。进来，对吧？复仇模式攻击力提升，好，复合式武器耶。参加，我按错了，再按一次，我按到叉了。而且我蛮好奇，就是 PSN 的账号，就是游戏记录是跟着账号跑，还是跟着主机跑？看他有没有云端吧。是的，基本上好像都跟主机。善于反击，风俗手。我发现这种善于反击的，在多人里面用处就不大哎、欸。还是玩征服者好了，这个更好用。你又没招募。我之前玩征服者啊，还不错啊。又没招募。看，该练守护鬼了。对，钱不够没。等一下再往看。二 v 二，对对对。然后打玩家。对对对，开始游戏。然后我也来鬼一下好了，守护鬼，你不能选，我可以选啊，只是不能改东西。啊，左下稀少没招募就可以选哦。对，可以选，可以练。左下有个稀少，但是你好像有一些东西不能改。那还可以吧？你知道吗？哪里？左下稀少，还不确定。玩家人物，玩家人物，人不如我们两个来砍电脑好了，把电脑调高等一点看看。是可以啊。完了 PS4 没人玩、啊、真的 PS4 没人玩不好说啊，反正你打电脑也是对那个游戏有贡献哦，招好快、哦、好快打电脑就直接废话，我们两个招好了招个屁啊，你妈直接电脑插进来而已，对啊，我 那要怎么调那个电脑的难度，不知道、欸、可以调吗，我准备完成，我要来守护鬼，两个胖子，真的让他们再也不敢妈批判我们肥宅。啊，这样也要等，真的是有莫名其妙。还好我买 PC 版。Pohono！ 我不会是 Pohono。五场内最多胜，我们对上的是武士。哦哦。啊！二打的是这样、喔，为什么我之前看人家玩是，他会分两条路啊？啊，看地图。超速。嘿，结果这边先二打一，两个胖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干什么嘞？干什么嘞？我还敢弹两个，我很会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要招出拳的啊！一人一棒敲死啊，是不是？好爽啊、喔！胖子，胖子，霸凌游戏是不是啊？情人节是不是？你现在是看不起我们胖子是不是 ？Round two， fight！ 哒哒哒哒！看我开场就毁他一棒，尖掉一半，没错。我再回你一棒！哎呀，糟糕，被回一刀了！不回啦！哎呀，别回啦！我打滚！哈哈哈哈哈！嚯！哎呦，别糟糕糟糕！别！乱挥一通！别！别！我滚死！我滚！滚！滚！主角！我滚！哦，我处决。
没出到，让我处决。处决是你没有秒压就失败啊，就是你没按，没在那个指定时间内按到，然后就没了。可能要看附近有没有其他人去回他吧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真的可以抢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比方说我要处决，你给他回到，他就直接倒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处决的时候代表他还剩半口气这样的感觉。对对对，除非我完全按下去，不然没办法。啊，滚！半条，好爽啊！叶子，你怎么都抢我的怪啊？哪有啊？收尾刀，收尾刀，滚！撞墙，哎、欸，他自己滑倒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把他撞飞的。小怪，小怪，哦，都真真的没有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滚！哦，耶，我又没有按到。哇，胖子好强哦，好爽，好笑。血高皮厚，真的攻击大，可是动作很大，动作也大，什么都大。真的，真打 AI 没什么难度。真的哎，刚应该调强一点的 AI 就很难了。这个可能比较菜，这不知道怎么调啊！真的，187，怎么样才可以打强一点的电脑？我这可以调啊，应该是可以调才对。应该是可以调，返回世界地址。胖子好好玩，胖子我记得还有一招那个，而且我们都没声音呢，有一点点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应该是他转播的那一台才有声音。可是现在是我的画面，很怪。有啊，我有听到一点点的声音。噔噔噔，看一下商店卖什么。我最喜欢在游戏的过程看人家跟我要多少钱。服装同捆，你会花钱吗？买 skin 那些的那啊，不会，我直接跟 Ubisoft 要。我想要那个那款 skin， 我想要那个给我。你看有啊，明确呢，明天就打进你的户头里了。神话服装，不朽先锋，还蛮帅的。骑士武剑跟武士，帅哦，帅刺客。重装兵混合型，还蛮帅的啊！因为我有冠季票，所以我什么都有。记你一个头，Season Pass， 干不让我买。啊，现在要打什么？死斗是什么？就是玩家互砍到死为止的游戏吧。互砍到哪一个模式不是互砍到死为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再说说看吧。真霸。真拳可能就是踩地图吧，他、那个死斗应该是就是大家砍，然后算分数，哦、不看地盘的，把算斩杀数的，应该是，就是做好四个人先去砍哪一个人，一直狂洗对方的头，然后最后就锁人家温泉，因为他们复活时间不一定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荣耀啊，我们四个人打一个的，没有荣耀，贱人，真的没有荣耀，只有在尾欧门靠，哎、欸，找到了、欸。队长，你找到游戏？看守护鬼一锤就半条，如果四只都守护鬼，麻烦滚四个一挥就先死一个，感觉也是蛮炫的。乱滚一挥，我要继续玩守护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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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守护鬼。这个玩起来比较不用脑，好爽。这不用脑吗？这一支比较不用，因为它的攻击动作就那几个。要吧？可是它动作这么大，你反而不用脑，不是很危险吗？就是砍了没中，快跑啊！然后这样重复啊，打带跑，它跑不掉，它很慢。你等到你学到比较好的技巧之后再说，不然就是互殴啊，因为它有它的被动，有一招你第一下不会停哦，就你可以跟人家互换哦之类的。砰砰砰！好久，然后进去又跳，跟你讲，真的，看来竟然又给我跳了。他那个倒数声，又等一分钟，倒数声很不搭哎。哇，三二一，然后又蹦出一个。哎，有，1127，哇，对面是3611，不怕不怕，等级真的都不代表什么。我看我们胖子挥死他。复仇模式。不过在真拳模式里面选胖子好像不是这么吃香，因为跑太慢。对峙模式，真的两个相看两不厌。
老玩家。他说你都不做事，耶、yeah, ！你不给我玩、啊，我怎么做事？他的年话都不用讲哎、欸。好，我们这样打，我们这样打，我们可以换你们两个。好，你先换一下。不然都我们在玩。对，我这一趴我就是这样，挂了当清水手。真的好爽哦！如果是你未来，太爽了。Go go for Hono！ For Hono！ 啊啊 ！For Hono！真的，膝盖坐不住。冲啊！冲啊！我去吸。我去 A。不行，吸有人了，我不去吸啊。我去 B。A 点 A 点。我 A 点有两个人，两个人，救命！啊！救命！哦，对方有胖子，没有，他是围巾胖，围巾好像没有那么肥。啊！碎碎碎！哇！顶起来！恶魔拥抱！哦，回血，好屌、哦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爆气，他爆气啊！爆气哦！哦，死了死了，好猛啊、哦！被小兵砍。你还用走的？不怕，我超猛！我等一下让你看我多屌！哎、欸，我们点被人家占了 ，Go！ 小兵超多，疯啊！小兵很靠北哦，你不要看他没什么用，人一多起来你就爆了，一刀一只，疯啊！野武士，耶！杀人啦！围殴，围殴，围殴！野武士，你要去哪里？哎呦哎呦，一个交错、哦、没有打到他。哎呦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随便找个人抱一下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他不跟你抱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哈，你这次跟我很慢的、欸，他跑好快、哦，你根本不可能打带跑啊，抱一下，打带跑，打带跑。那我缺一点，可恶，我先真拳模式踩点，别砍死啦！啊，有了有了，哇靠，哦、危险，好猛哦！踩下一个点，中可以，我再去站、欸，中间的点，中间的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中逼。快要死了！被他怒砍两刀，而且在野武士还绕回来，真的上策。他都会打带跑，风声。我们有 C 了，我们现在有 C 有 A， 傻逼！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 ，Fono！ 干 Fono 好胖哦，喘啊喘啊！啊！哦，我们点又被掉了，可恶！胖子的坏处哎，不错。这样我感觉胖子应该打死斗争比较强。哦，碎碎碎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好、哦，一个连续回避耶！哎呦，后面后面啊！飞出去！哇哩！我发现要围殴哎！糟糕，你要完了！有没有围殴差很多？哦，暴气暴气暴气！我说啊，死去！暴气还是两三刀？那、啊、暴气的时候还是被打断，被围殴很难打。对面那个拿斧头太威了，而且你又跑得特别的慢。真的，拿斧头的一直乱砍。哦 no！ 反正我们现在势均力敌耶，还可以啊。去站 A 点，站。插下 B 点之类的，你们就赢过对方。我们现在 C 点一直拿，现在就是抢 B 吧。
想 A 啊，我拿 A， 我拿 A， 在 A 我在 A， 因为我们这种胖子不太适合跑来跑去的，对啊，胖子收电比较好用。在 A 点，我在 A 点，站你了，站你了，一个等人来。能打死，来啊！清个死兵，皮处扫地过去。没错，可能被毁了。两个打一个，两个打一个，两个打一个。快跑啊跑啊！哇！跑起来跑起来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撑住撑住！哈！主角哦，太灰了吧！一打两个，太灰了吧！太灰了吧！一锤吗？把人家半条血锤掉！回来回来了！喂！喂！干，你好疯哦！疯哦！你怎么这么做坏了？我要去吸，我要去吸。这个点就是我家了，谁都不可以抢。去去去去，好，去干一下吸。还替意外的对。打炮我们怎样？然后我们会占人家的那个啊，就是他们还是对战的那种游戏。对对对。然后就场地效果。我来三个，来三个，来三个，来跑，来跑，来三个。胖子跑不掉，胖子跑不掉，加油加油！啊，复仇啊，来不及开，可惜，不给复仇了，不给复。这边还在割草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割草我们踩不下这个点啊。也是呢，割草有分数吗？割草有，然后会我们抢点一定要把那个小兵打完，对，没办法，这样子。他中间那个 B 点好像一定就是推兵线啦、啊、对啊，一定要推兵线。哎、欸，要死了要死了！突然他妈两只窜上来。十一点占领，十一点占领。糟了，被砍死了！哇，干，两只一起来，被背后劈耶、欸！真的。哇，上侧45点伤害，下面行不行啊？下面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想要干逼了。我们兵线一直被推出去，我跟你攻正脉，不要打兵线好了。真的，我不如去找个人来砍还好一点。嘿，一打三，一打三啊！哇，复仇！我追，我追，挥空，挥空，再一次。中间有三个剑了，是不是？快偷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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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子偷点，胖子偷点，胖子偷点，看我效率感觉好差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被复活了，耶！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胖子偷点要成功了，不行不行，有人来了，干到两个起来了，两个起来了，哎、欸，他那边绕，北京，两个北京，哎、欸，他残血，他残血，送肉送肉送肉，又残血又残血，哎、欸，他两个都残血、欸，掉下来了，六六六六六。好可惜、啊，跑掉啊，跑掉！哎、欸，他们全部都残血，啊，快跑喽！中间我们站到了，哇，你还不跑？你们快要被飞千分了！我第一堆人被毁了，我第一个，不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好灵活的胖子，还在撑，冲！放开我们的大哥！哇，三个人都要关场，关场总拼命砍啊！霸凌啊！等一下，你队友强，很不错啊！干，真的有没有？你看我一个挡三个，不错了吧？有两个轮流下水饺，是不是？结果另外一个跑去下水饺，干水饺哥，中间已经站到了。不错不错，我们再拿下 A 点，哎、欸、，C 点在抢夺 ，C 点拿下来就赢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 ，C 啊！好 C， 嗯 ，C 啊！我跑好慢哦。好，进来了，打一千了。哦，击溃就赢了，击溃就赢了。斩杀模式啊！好，我来救。有没有提供人救啊？救不到啊。哦，换他们一千 了，我要换他们一千了。挺身应战。这时候你们要抢下一个点吧？看错，抢一个点下来。我的技能有按啊，三角形吗？十字剑。十字剑啊。在九代表来试卷，也五四也五四，你他妈去哪里？追追追！换他们，换你们，他们挺身应战的，追追追，堆堆堆，
我还爬梯子，小心爬梯上去会被他挤下来啊！哎呦，我两边都互相进入斩杀模式了，真的，真拳模式到了，跟我拼！敌人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个逃战呢、欸，躲屁！不是啊，我这样找到敌人、啊，哇，找了被斩一个，我看到，我看到 ，PK 了。他们一直跑、哦，哇，这，哦，有两只，有两只，哦，打输，糟糕糟糕，你拯救不了世界了，干，两个人要拼命拼油耗呗，而且我还不能一个人啊，我不要玩第二版了，可恶，没了，我刚还在吵，还在吵，剩下他一个人，他想办法补那血。他要打带跑啊，他如果可以把对方降到一千以下，好像就可以了。他现在在自己的小队里面补血，可是好像不行。加油加油！干，我刚刚想说放个技能跟他打，结果嘞，我都不知道按哪一个。对方分装降不下来了，怎么样都不会降到一千以下了。哦，他来复活我了！我天哪，我来帮你。超级打太保哥，好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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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转转转转！喂！哇，这只好会哦，他是高手，还要拯救你们，带你们赢这游戏。真的 ，PS 大哥哎！哎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附近，这边好溜好溜。我好像有三只哎，我是我控制吗？有了有了，他对方又进斩杀模式了。往下往下往下。又死了。干救错了，干蔡斌，又这样一个，又这样的啊！他在四海逃亡，还在逃，不行啊！我们蔡斌怎么打、啊？有点太好笑了吧？救命！我还是征服者，你要留一个跑比较快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这样打来跑。哦，好猛！哇！可他这样一打一，可能还有点可能性。哇！哦，看不到，然后打赢了，打赢了。哇！可是，一打一还行啊。不行，后面来顶他，来顶他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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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打一还有可能性啊！他妈的，快跑，快跑！这边顶，哇，太刀了！对方的队员赶到了，真的，他们这样顶是受不了。啊！有原则的战士。真的，你看我的原则，还好我还不是最冗的，我还要多做一点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事实又再度证明了，还是多砍几个人比较好用。哎呦，有名棒头，攻击力还提升，还没有招募不能用，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嗯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几点啊？这一把25分，好，那我看就是已经到极限了，哦，没时间再下一场了嘛？真的，那就对面那个野武士晃来晃去的，很鸡掰。野武士，真的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For Honor， 真的，我们 PS 4 For Honor， 我真的看不懂，等我回去用 PC 再多练一点吧，太好笑了。好，会想练啊？会想练啊？就玩一下嘛，反正现在上市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一把先进广告，等一下再回来。